通过前面的地面试飞，已经基本摸清了这架飞机的电池的放电规律和飞行的性能。下面要展示它真正的远航实力了。我们要飞到7公里外的太湖仙岛，使用的是枫叶的21dB 增益的大平板天线，当然还有 Radio Master 的土豪金版遥控器，配合黑羊开到1瓦的输出功率。为了保证供电，我们还给它接了一个电包，电池就是上次 DIY 的 18606S， 正在充电。今天早些时候已经通过了 GPS 的定点和自动失控返航的测试，感谢前锋赞助的4根5125远航高效螺旋桨。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7点，鹰眼大队长的10寸显示屏是非常的清晰。在遥控器上，我们还设置了特殊的脚本，丢失信号的时候观察飞机的高度、速度和加的方向等信息。下面正式开始